请到这位应该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偶像，很多人心目当中的英雄。是他呢，在做运动员的时候拿到了六次世界冠军，各项赛事冠军37次。当教练的时候培养出了65名世界冠军，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大来宾，中国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欢迎李永波。谢谢你们刚才的掌声，谢谢你们对中国羽毛球队和我的支持，我一定多培养冠军，谢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李教练在每一次就是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都会戴帽子，而且是戴不同的帽子。对对，我可以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球迷说我是不是秃顶啊，是不是没头发，所以老戴帽子。好奇的好怪啊。其实呢，最主要就是方便。跟你说，今天现场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拜师呢。边上那位就一直拿打很久。对，你是怎么打的？让李总看一下。对，首先看你握拍对不对。啊。你要这样握拍的话就不对了。嗯。啊。现在你的对面就有一个对手，你要怎么跟对方来准备？我要把球。好，这种炒菜式打法。哦。李总。动作挺好的，就是握拍不对。这有动作还这样好，因为这样握拍的话球就打不到球了。那我们先从握拍纠正一下正确的握拍姿势。球拍你看刚才大家看到他是拿把球拍握在这里，对，这是不对的，对，一定要在下面。对，如果你的第一个动作握拍不对的话呢，羽毛球水平就不会打得高，你驾驭不了羽毛球。是，所以握拍非常的重要。那很多人可能是喜欢这样握拍，嗯，这样打球就很方便了。对，这样的话永远都打不好。嗯，所以你记得握拍最正确的方式就是一定要让你站正面站着的时候握拍是立着的。哦，要跟自己的脸垂直。啊，一定要这样的，你将来就可以把球打好。你只要这样，就永远也打不好球。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球老是撞在这个杆上面出去了，就是因为我大概握拍姿势就是不对的，对，就是错误的。这个跟大家都普及到了。您知道，因为深圳马上要举办那个大运会嘛，是，所以也想问一下您对我们就是大学生羽毛球运动有什么样的看法？现在普及得很好，尤其是近几年，现在是我们国内有大学生比赛。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也有羽毛球项目，就说明说这个项目呢已经深受大学生的喜欢。是，所以而且很多学生打得非常好。嗯，对，我觉得这是。所以我们羽毛球要从娃娃抓起，要每个人都来练就对了。对，也希望大家这个我们参加大运会的时候，运动员能取得好的成绩。对，今天是李总过生日。对，这么有气势的名字，这样的一位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人物来过生日，来到现场的嘉宾一定都是重量级的。告诉各位。都是我们世界冠军。接下来在我们请上今天的第一组来宾，我们的世界冠军之前，先通过一段短片来重新的认识他们，回顾一下他们在赛场上的英姿。来，请看。就是后场，哎，好，艾姆斯在网前扑杀失误，中国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15-12。中国队15-12，张军高龄是赢下了决胜局，战胜了英国的罗伯特森和艾姆斯。张军高龄这对混双选手在奥运会上卫冕成功。好球，这球呢是对方的放网没有成功，让江宁
之师，有请我们的嘉宾，他们是国家羽毛球队副总教练田秉义，两届奥运会羽毛球女单冠军张宁，两届奥运会羽毛球会上冠军张军高龄，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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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妹。停停停！这个音乐我怀疑会让我们的冠军们紧张，因为在赛场上听了好多次了。刚才是不是觉得听这个音乐特别的熟悉？都听烦了这个音乐。对，我们要请几位介绍一下现在都在忙什么，因为好久不见了。大家好，我现在是女子单打主教练张宁。你要教练好。大家好。我现在是国家羽毛球队副总教练，然后负责男子双打、女子双打跟混合双打的训练。谢谢各位。教练好。大家好，我自从退役后，现在在家带孩子。不是，等会儿。何丽姐，到这儿气势就弱了，这下气势有点微弱。好，来，最后这位。大家好，那我现在在负责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欢迎我们的张军。欢迎田教练。跟那个李总多少年交情了？应该到今天为止应该是正好30年吧。30年的交情。因为我们都是从81年到北京的嘛，然后我们是82年开始第一次配合，然后就一见钟情。反正就是到现在嘛。对，就一直合作到现在。是不是？对对对对。那个高玲姐，我问一个大众特别好奇的问题，您跟张军是一对吗？不是。我觉得应该有。是。李总，我相信您，您是个实在人。就混双嘛，混双一对。混双是一对，没错。对，我们要跟大家澄清一下，这是一对好搭档，但是在生活当中都有各自美满的家庭，对不对？也是好朋友嘛。也是好朋友。对，张军。张军别紧张啊，待会儿有料慢慢包。他不是紧张，张军有一个习惯，他高兴了头就出汗。那看来他遇到高兴的事就出汗。那今天相当开心啊。对，一般生日大家也知道说就是寿星都是最轻松的一个，而且李总是一个非常清醒的教练，但是今天呢我们生日一开始就让他晕着过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日大转盘。来，生日大转盘游戏规则，转盘上分布着8个问题和2个互动游戏，世界冠军们轮流用扎飞镖的方式来选择问题或者互动项目，让李永波完成。究竟谁是素以严厉著称的李永波的克星呢？注重外表的李永波又有哪些时尚癖好呢？我们拭目以待吧。欢迎回来，这里是深圳卫视大牌生日会，我们今天的寿星是李永波。是的，那正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按照屏幕下方的方式发送短信，就有可能获得由海伦凯勒提供的彩色偏光太阳眼镜，赶紧行动起来吧。在开始之前采访一下李总，现在心情如何？哪个问题最不想被问到？有没有？你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难题吧，都能答吧，应该是。是不是？对。好啊，那我们就开始。首先这比拿冠军容易多了。好嘞，李总放话了，见得。我开始了，3、2、1，走。哎呦，打球落筐游戏，上来就是个体力活啊。谢谢张宁姐。什么筐？来，我们上道具。很简单，大家看到在我们前面呢有6个大小不一的这个方盒，我们还要3个球，难度会越来越大。我们要请李总在这个圆弧附近呢将羽毛球依次打入每一个盒中，盒越小难度越高。不是只有第一个的。你们是不是被林丹那个广告给骗了？林丹这个什么打球都能打到那球筒里。我们掌声给李总鼓励一下，来。李总加加油。现场我们将请到的是高军和张琳作为解说。行，说错了。张高军和高琳作为解说。这个难度非常大。对，越短的这样的球越不好打。哦，他要一个因为我们平时训练都是把别人调动得很远，很少就这么近的。要不然就打得再近一点，很少练这么远的距离。
我们这第一个游戏就是一个小小的热身，是是是，对，也想让大家迅速的就是熟悉起来，然后我们的场上气氛也更好，接下来的问题才是难的。谢谢张云姐开了个这么好的头，一直在被大家谈及从未出手的张军终于要站上我们的飞镖线了。来，张军你抛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哈，别后面被站人。你想扎到哪一个？这个肯定不用回答了。哪个不用回答？羽毛球队随便李导骂的最多的，我估计肯定我排名前面，就可以不用。来，三二一，走。好，真敢问呐！真敢问呐！我跟你说，张军刚才说了，谁在羽毛球队被骂的最多，您是排前列，对不对？所以今天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对，今天我们李总最大的缺点是什么？这个你意思说让李总自我批评一下是吧？张军呢，他刚才说的呢不是心里话。其实张军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队员，当队员的时候。当教练的时候也一样，其实在队里边我批评他的时候很少，非常少。我这么多年，我做了将近18年的总教练，我记得很清楚，我批评他的事情可能也就在我的记忆当中就两三次。18年才两三次、一次是悉尼奥运会的时候，我说过他一次，在比赛场上打完下来，但我没想到把他说成了冠军。对，就这次骂特别管用。对，然后呢？是什么情况？其次还有一次呢，就是他拿了泰国公开赛冠军之后，这个违反纪律回来偷偷跑出去喝酒去了，被我批评了一次。说他刚才说的，他说我批评他，都说实际上我觉得不对。但是呢，他既然问了我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我也不能不答。对，我是一个优点很明显，缺点也很多的人。我们捡一个说吧。所以我的缺点呢，就是脾气有一点大。那但是现在我的脾气基本都发在外国人身上。我很少跟我的队员。太牛了。对，我说是真的，因为比如说裁判比赛当中会让我发火。我会因为裁判判我们的队员，我会为我的队员打抱不平，我会那一刻会。我的脾气就会非常大，会被裁判出示黄牌警告或者什么的吗？我根本就不太在乎他出什么牌。因为我觉得球场上需要公平，他出的什么牌对我没什么用。对，有的时候外国的队员水平不怎么样，打不过我的队员，但脾气还挺大，在场上不尊重我的队员，我把球用脚踢给你啊。天哪！然后有时候打不好，把球踹憋了什么才这样式的，就觉得。就是我有时候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会非常生气。高林应该印象最深了，在韩国亚运会，是为你打抱不平吗？对，我为他打抱不平，我把那个裁判脑门给打了一巴掌，结果差点惹了很大事儿。那个决赛，因为在韩国2002年釜山亚运会，然后那一球确实是我们是决赛的时候，争夺冠亚军的时候，然后那个裁判误判，就那个球应该是我们得分，但是他判我们。关键的时候，那场球当时还停赛了10分钟，然后当时那个李总就冲上去，对，冲下来，我不打了，不打了，就说不打了，差一点犯国际错误，对，他说要别打了，别打了，停在那，是一个特别有血性的汉子，见不得自己人受委屈这种，对，那个也不太公平，就是对。因为你们都知道，只要一说裁判不好，肯定是韩国裁判嘛。韩国裁判很有名。太牛了！哎，我们让一直出汗的将军说两句吧。他刚才看到那个问题，有李总进行自我批评了。为什么你觉得你会是被骂最多的？不是，首先我觉得给骂的，像李导前面提到的那个2000年人骂我那次，确实那样球，我觉得其实自己的表现不是特别好。那打完以后下来，但是总的来说我是奥运会的第一场球打下来也是赢了下来的，所以说打得比较难看，是2-1赢的，而且对手也不是特强，是个德国的。跟高林哥走过去的时候是兴冲冲的过去，起码我们赢了嘛，对不对？对，他特别开心啊，这样就乐死了，然后就那个正好过去以后，李导就直接就劈头盖脸就一顿，你说你打什么球，这是奥运会，奥运会要你这么打球吗？要你这么打就不要来了。我印象真的是很深，但是笑容还僵在脸上。对，我就觉得本来是真的是抬着头过去的，后来我是低着头回来的。所以那
宋林刚才也在边上嘛，当时啊，你也是吗？本来笑嘻嘻的，然后就突然全来，因为我们当时两个人觉得没什么，没想到奥运会是多大的比赛的，就觉得好像心态过于平和，对，心态过于平和，就觉得跟公开赛差不多，所以我们两个人还在场上有说有笑的，还乐啊，然后上场打比赛之前可能也没有活动开呢，一开始人家吊死我好几个，然后后来我们那教练也说，你看这种球都接不到什么，我们还觉得没什么，无所谓，就那种。但我后面还是紧张了啊，对，后面第三局4-86-12落后的紧张了，对对对，但是我们又还后来还是想到我们肯定不会输，这么坏还这么差，我们不会输，所以我们当时赢下来的还挺侥幸心理，两个人还挺开心的，也赢了，就这个就一去地道上打打打打打，好像是这样。2006年，国家羽毛球队在悉尼奥运会上斩获4枚金牌，李永波也登上了执教事业的巅峰，但是在1993年。李永波初掌帅印之时，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却正值低谷，刚刚上任的李永波凭着一股冲劲儿，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训练计划，虽然饱受争议，但正是这些铁血政策使得国家羽毛球队重新拾回了往日的光辉。当时的中国羽毛球队是在处在一个低谷，大家呢对时间的观念也不是这么严格严谨，有的时候队员们晚上作息时间休息了，他们就很调皮，他们有时候张军都干过，把拿个布啊什么毛巾呢，把那个门缝给它挡上，外面就看不到里边的光线了，然后他们就在里面看电视啊，看连续剧啊什么的，可能就不睡觉。从管理的角度上讲呢，是必须非常严格的，所以我当时就定了一条说，早晨起来我在楼下集合，谁如果晚到的话，那这个队员是哪一个组或者哪一个房间的，他的教练就带着他们整个这个房间和这个组的人去田径场跑1万米。曾经他们有因为偷看电视不睡觉，完一个组冬天跑到田径场跑1万米的情况也有。在座的有跑过的吗？没有，他们几个没有，都没有。对，因为他们跑过的基本都不来这里。张宁姐我们都很乖但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虽然那个李总在教学上面在训练上面特别的严格，但是在队里谈恋爱这件事情上面你是特别开明的一个人。李永波首度回应林丹谢杏芳恋情实落，他们谈恋爱我也装的看不装的不知道，其实也都基本都明白，他们俩已经很好，那时候是你认识了很长时间。好兄弟庞龙现身大牌生日会，迎来李永波 K 歌大比拼。再回首泪眼朦胧，泪伤飞马，问世间情为何物，爆料层层升级，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深圳卫视大牌生日会，我们今天的寿星是李永波。是的，那正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按照屏幕下方的方式发送短信，就有可能获得由海伦凯勒提供的彩色偏光太阳眼镜，赶紧行动起来吧。虽然那个李总在教学上面在训练上面特别的严格，但是在对比谈恋爱这件事情上面你是特别开明的一个人。外面传的也有点不是那么，搞得我们都很想进羽毛球队其实这里的氛围好自由，还是有一个基本原则的，对，保证训练的成绩，这是最重要的。我当时其实很简单的说，我曾经跟队员们讲过，第一呢是必须过20岁，对，第二就是说你的谈恋爱不能影响训练，不能影响比赛，不能给中国羽毛球队带来负面的影响。是，对，我就可以说睁个眼闭个眼吧，也不能说随便，不是鼓励啊，对对对，不会鼓励。我觉得他们做的都非常好，对，我所做的更多的就是引导他们把道理讲给你听，你至于说怎么做呢，看你自己，对，相对是这么一种。我还听说就是李总其实也是一位职业红娘了，就是其实有帮就是其中队员有牵线拉红线，不只是队员，不只是队员，田教练，这个事我这个事必须否定，队员我可从来没给他们牵过线，就田教练，我是给田迪牵过线，对对。李永波为田秉义牵线的对象正是现今国家跳水队领队周继红。田秉义性格内向，虽然对周继红心生好感却羞于表白，霸气豪爽的李永波便义不容辞地为好兄弟当起了红娘。我们就三个人吧，我们就安排晚上到外面吃饭，在吃的过程中间吃了一半，完了之后我就赶紧先回避一下，我看他怎么说嘛，
我就走，再给他机会跟他说。谁表白？我有点懵啊！您回避什么劲儿啊？不是，后来回来之后效果就不一样了。啊，其实他们都谈什么我不知道。嗯。然后后来不一样了。然后后来我们就确定了，就是我跟周俊宏这种恋爱的关系了。等于您之前刚说啊，我上个厕所啊，然后回来走之前还单身，回来就谈恋爱了。回来就确定了这种关系，知道吧？就这个意思，所以说我、啊、他还是起到很重要的。李总，传授一下我们呗，您说了几句什么呀？就是我问周俊宏，我说你喜欢我还是喜欢田碧毅？啊？对。完了，周俊宏说，危险。啊，周俊宏说喜欢田碧毅，我说那就明白了，我就行了，我就知道，我告田碧毅，我说没问题了。对。他这个都没跟我说啊。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湖北老乡，其实他们俩已经很好了，那时候是也认识了很长时间。因为田碧毅呢，他比较内向，有时候他会挺烦恼的，因为他不好意思问。他不像我脸皮比较厚，对，有追女朋友的时候，追老婆的时候就很猛追。我就说这样，那他就安排了一下，我说我就帮他问呗，我问周俊宏呗，我说你们都认识那么长时间了，当然还有很多话问了，就不跟你们说了，此处省略两万字。省略这么多字儿的。然后他们俩就好了，对。哦。就其实本来就是很好的，只是把话我把他的意思转告给周俊宏。对。我们来再请下一位，这个你想问哪个问题？先问一下。我想问那个家务活，最擅长的家务活是不是？好，看好，来啊！我相信你。加油！加油！加油！好好啊！好准，好准啊！就是世界冠军啊！来，李总最拿手的家务活是什么？其实我有挺多这个拿手的家务活的。谈恋爱的时候做饭做得比较好。哦。对，我结了婚这门手艺就失传了。当时做这个什么清蒸鱼啊，什么红烧鳝段啊。啊。就天碧毅知道我那时候做什么红烧肉啊。真的吗？我炒的青菜啊，他都尝过，他天碧毅都吃过，我们出过比赛什么的。对对，出过比赛做过。他们队员也都吃过，我都给他们做过。我吃过，对。都吃过吗？好吃吗？好吃。还有什么？红烧肉你做的也很好。对呀、啊，就红烧肉嘛。那时候他们出去比赛，我有时候会帮他们做饭啊。在国外，对，做菜水平确实很高。哦。对，但是后来因为队伍慢慢就大了，赛事也多了，以后我真的是也没有时间做。现在如果说现在最拿手的家务活就是搬东西。为啊？就是因为细的，我讲是真都是真话。因为家里边，你说布置点什么细的东西，肯定都用不到我。因为他们，老婆嫌我笨，完儿子嫌我这个没有水平，这个不行。但是我有一点就是，他们拿不动的东西都由我来办。啊，你是干力气活的？对，你要说现在家务活里边一定是这样。我看这东西比较重了，我说好了，这都是我的，我来搬吧，这样。对。好男人。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好男人李永波，是不是？对。我们再问一道题，是我刚才特别感兴趣的。好，谁的酒量最好？来，我们让现场观众来互动一下，我们现场在座这几位酒量，我们以掌声热烈程度来判定那个酒量高低，觉得他酒量好，热烈鼓掌，非常好，热烈鼓掌加尖叫，好吗？我们先从掌声开始。认为将军酒量好的，请鼓掌。酒量如何？是我还是张宁？您。我不行，我过敏。完全不能喝，大家猜对了。失误啊，来。这个酒量最好的，我就直接告诉你了。我们五个是吧？对，五位当中酒量最好的是。啤酒的酒量最好的是张军。哦，哎。这个刚才您不是说您过敏？啤酒不过敏。那您是什么酒过敏？那个白酒酒量最好的是高林。啊，对吧？我们五个当中，他白酒可以吧？高林。然后张宁是也是白酒比较厉害。对。啊，张宁的白酒其实也很厉害。如果要搞个运动队喝酒比赛，我估计羽毛就能拿冠军。对。这个您是哪方面都不能落后是吧？真的队员们都很厉害，真的都很厉害。他们有很多人
对酒没反应。因为我们就老拿冠军嘛，拿冠军得庆祝，庆祝就得喝呀，慢慢就练出来了。这一点就是我应该说李导是我们酒量最大的，因为什么？就给大家讲，因为每次庆功全队会有个聚会之类的啊，他先说完话以后说那大家就是开始吃喝吧，他坐下一下子可能筷子刚夹上去就有无数对队员就来敬酒，所有的队员都排着等他再次转过来说那今天晚上的晚宴就结束吧，所以真的就是，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当一个总教练也不容易，连口菜也吃不上，然后真的就是每次大家，但这种情况每次结束之后呢，他总得把我叫到晚上出去宵夜，因为肚子还没吃饱。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大家都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感谢的话要跟李导去讲，就是能够感觉到大家之间感情特别亲，包括我们今天请来这四位嘉宾其实也是我们的荣幸，能够请到世界冠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请我们的第一组嘉宾就坐，继续来享受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大牌生日会。我们谢谢四位嘉宾，谢谢，先休息一下。李总说球打得好，会教以外歌也唱得特别好，刚刚一开场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吗？对不对？对，就是你会感觉到跟很多专业歌手都一块合作过。是哦，那就很多了，我觉得我跟韩红啊，嗯，然后那英啊，嗯嗯，孙楠啊，嗯，对，哇，这都是唱将级的天王天后，都一起，对，都一起唱过，因为都是公益活动。嗯，我觉得他们看到您是不是也都会特别激动，就跟我们一样，就觉得说哎看到英雄了那种感觉。没有，他们都会骂我啊。对，他们说谁这么大胆，他们说这个你跑来唱跟我们唱歌把我们的饭碗抢。这是表扬吗？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李总在这个文艺圈朋友也特别的多，今天过生日怎么能不来呢？是不是？有一位重量级的朋友来到现场，重量级的朋友，然后我们想让您猜一下他是谁。我们先给您看个剪影，哦，没准您看到这个身材之后判断又有变化，哦，好吗？来，我们请看一下神秘嘉宾的剪影。嘉宾，请换 pose。我想问一下，这位神秘嘉宾，你是有多痛苦啊？各种头疼的姿势。我还是能看出来。可以吗？可以看出来。那您觉得他是？庞龙吗？啊？是吗？他生气了，他说不是，难道不会是孙海英吗？您不是跟孙海英关系也很好吗？对，你跟梁天关系也很好啊。他会这么搞怪？他现在肚子疼了，我觉得他怒了。因为那个谁，孙海英和李俊平也是我们明星羽毛球队的成员。嗯，有时候我们会在一起打球啊什么的，但我看这个还是像庞龙嘛。您就一口，我跟你说，要是孙海英在后面的话，现在肯定特别难过，没准就走了以他的个性。您确定不改吗？我都这么，我看戴着眼镜的话，故意迷惑您的，是吗？到底这位神秘嘉宾是谁？来，我们孙海英啊，揭开幕布，掌声欢迎他。你看，是，我还是觉得怎么看还是觉得像你。刚刚成功举行了自己的演唱会，然后也有很多的人都非常喜欢庞龙，但是我特别好奇，再来问你，两位是怎么认识的呢？有一次在上海机场，是吧？在上海机场的那个屋里面，然后我一进屋，正好李指导他们都在那屋里面，我也没好意思跟他说。休息室是吗？对，因为不熟嘛，嗯，也没好意思上前去说。一般你见着偶像，你就不太好意思，像我比较害羞的那种。我们都扑过去了，对，你是女的吗？啊，嗯，我扑过去，他也踹我去，对吧？然后就默默坐到一边去了。然后我就坐一边，完了李指导过来跟我说的话。李总，您当时是因为什么走过去的呢？因为两只蝴蝶走过去。我觉得他的歌，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两只蝴蝶，我觉得是印象非常深。嗯，我太太喜欢他唱那个这个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就特别喜欢这首歌。对，然后在家里有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唱他的歌。所以您看着他出现的时候，这不能放过。对，因为他是大腕嘛，我不出名，说我来主动一下，他比我出名多了。所以就这么一下就认识了。对，他当时送了我一张碟嘛，送一张他出版的专辑。对，
咱们李教练出过反过来啊，咱李教练出过专辑，是就是第一次见面是李教练送了您一张他的专辑，对对对，他演您送了他一个羽毛球拍，对，我跟他讲，我说你看你回去好好跟我学学唱歌吧，好好学唱歌。我觉得就这种个性会特别爽朗，两个人是一下子特别投机吗？对，其实那一次真的很开心见面，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庞龙，我听说你也喜欢打羽毛球，是，对，我就跟他讲，他说是啊是啊，他说我很喜欢，他说要有机会的话你也能不能送我一支球拍，后来我说没问题，你回来回到北京你找我，其实我们俩讲话并不多，对，但是我们就有一个约定，说回北京我会送他球拍。但是刚才也说了，就是那个李总的夫人特别喜欢您的歌，后来有没有介绍认识一下？有认识，当然嫂子认识，认识，对。私底下那个咱李总对嫂子是什么样一态度？很怕吗？您看见的？很怕老婆，对。也就是爱挺好的。反正那天过生日的时候我去了嘛。对，李总是特浪漫的人。怎么个浪漫法？他比较浪漫。那个过生日的浪漫我们都见过，他怎么浪漫了？那天那场面，我跟你说。真的那家伙是吧，真的特别浪漫，你正常你就你要给送你个项链的话你就把脖子伸过来，哦对啊对啊，就带就完了嘛，人家那你看有车了有房子以后，然后说那个我想送你一个飞机啊，在台上对太太说，对亲爱的我想送你一架飞机，对，我记忆犹新，因为当时感动了我们现场所有的那些朋友，咵那门就开了你知道吗，像电影一样，对呀、咵大门就开了，嘟一个飞机就飞进来了，不是这房子多大呀，遥控的那种，啊就过来了你知道吗，然后飞机上面挂的是项链，我就特别佩服遥控那人，那飞机竟然就嘚正好飞到这儿悬停，哎完摘下来，完那飞机嘟飞走了，哦天哪，我听得你知道吗，你说浪漫吗？特别高，我拖拉机啊，拉着进来的。我曾经他帮我买过自行车，后来我帮他买了汽车，但是我现在还想给他买个飞机。这是我们俩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做的，就他每次过生日我肯定会有，我会送礼物，每次都要有不同的惊喜，对，然后压力太大了，后来我就觉得说开心嘛，其实也是，就是生活当中多一点故事嘛。李永波现场传授爱情秘籍，一见钟情死缠烂打，当时他才只有15岁，我就会5点钟起床陪他跑步，我知道他的那个床的位置在哪里，早晨下来的时候就会用一个石头子呢就打到他的床上。李永波庞龙大牌生日会上演 K 歌赛，再回首泪眼朦胧，窗外的雷声飞马，问世间情为更加精彩的故事稍后带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深圳卫视大牌生日会，我们今天的寿星是李永波，是的，那正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按照屏幕下方的方式发送短信，就有可能获得由海伦凯勒提供的彩色偏光太阳眼镜，赶紧行动起来吧。李总就是不光是婚后浪漫，其实在追嫂子的时候也是特别特别浪漫的一个人。我们总结了4个字的秘诀，叫做死缠烂打。我其实跟我太太去在谈恋爱的时候追她的时候，可以说采取了很多方法，对，但是每一个方法都是一个是我的真心，另外就是比较浪漫的方式。听说您还乔装打扮，人家那个房间里面是什么东西坏了，器材什么都坏了，然后您就跟着水电工一块进去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我从国家队回到辽宁，
然后我的那些小兄弟们就告诉我说，这个大哥，这边艺术体操队来了三个女孩在这里，说有三个女孩搬到我们羽毛球这个训练馆来了。我到训练场地，我就直接去艺术体操馆去了。我想我去看一下，要好奇嘛。嗯。哎，一看正好我太太就在那个门口在那训练，哎，给我感觉哎这小孩很好嘛那种感觉。这小孩。对对对，确实小孩呢当时才15岁嘛。叫一见钟情嘛。当时他才只有15岁。正好呢，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训练结束，他们宿舍三个人有一个比最大的年龄的呢，就跟我的一个队里一个大队员，比我也大很多。对我很好的一个老队员说，他房间的灯坏了，让这个老队员去帮他这个房间里修修灯。哎，我一听这机会挺好嘛，就是，因为我当时呢就站在那个老队员身边上，我就跟他讲，我说哎，正好我陪你去。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哪知道我什么意思，我也不会跟他讲。哎，您这心里小算盘，啪啪啪。对，然后他说好，我就陪他去了。哇！到那房间呢，他在那修灯，我正好。这个谢颖，我女朋友当时就坐在那床上，我说哎，怎么样，咱俩他有跳棋，嗯，我说那行了，他修，咱俩下跳棋吧。我们俩就下跳棋，就从那一次，这是当时第一天，然后就开始认识，哎呦，就开始认识了。庞龙大哥，您觉得就是您以听故事的感觉，就这个跟女生接触和这个追她的方法，我觉得就是浑然天成，特别自然，又让人没法抵抗。我觉得你们确实不了解，其实呢。运动员谈恋爱呢，可能大家真的不知道，对，因为艺术体操他们要降体重，他们每一天很早，他们教练就要他们跑步，我就会5点钟起床陪他跑步。天哪！对，坚持了很久吗？对，他只要跑我就陪他跑，要不然的话，其实我是应该睡觉的，我不应该起来跑步的。他当时住在4楼，我们都住在1楼羽毛球，他会开着窗，嗯，因为当时也没有空调，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啊，那我知道他那个床的位置在哪里。那我早晨下来的时候，就会用一个石头子呢，就打到他的床上。从1楼打到4楼，稳准狠的吊在他的床上。对，对，然后呢，我扔一个石头子到床上，他就会起来，因为别的队员都在睡觉，他就会趴窗户下来看。我就会跟人打招呼，就是说我在楼下就可以下来跑步啊，或者怎么这样。哎，这是个好像爱情电影的剧啊！我也想说，这是特别有那种电影里的那种画面感。就是这样才后来拿世界冠军了。对。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羽毛球爱好者朋友们说的一点，就是这20年，我每一天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比赛，我都会跟他通电话。没有一天不通电话的，对，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不太容易做到。李永波正是用这份执着悉心经营着自己的家庭。作为国家羽毛球队的总教练，除了同时兼顾事业与家庭之外，李永波更是出了名的爱唱歌，并于2005年推出个人的翻唱专辑。虽然并不出售，只是作为纪念品赠送，但是李永波的好歌喉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牌生日会投其所好，特意选择了李永波与庞龙喜爱的歌曲来考验他们。二人各自率队，在歌曲前奏播完之前，先站上 K 歌台唱出该歌曲者为胜。接下来我们先听第一首歌。身上恭喜李总，李永波教练这队得分。接下来我们听第二首歌。这是我们上。被推上去那一刻，高玲姐什么感觉？想不起来词。想不起来词。好，请听第3首。
都听出来了。再回首，迎着那归途。再回首，泪眼朦胧。唱错词儿了。好，算对，因为这么快就听出来了，很不容易。接下来我们是第四首歌曲，请听。下一首。但大家算不算什么对？不算。人缘这么不好的年轻人，应该算。哎，我们让李总问一句，看大家算不算啊？来，拜托你们算一下吧。算不算？谢谢谢谢谢谢。韩红大哥，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人气就是挺气人的？没事。好，接下来我们还有机会再听下一首歌。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你长长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等一下等一下，我分明听到刚才唱歌的时候，这边房间当中有位女观众尖叫了一声什么？我说女观众尖叫，那个男观众你尖叫什么？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好帅，对不对？有大将之风。下一首，请听。蓝蓝的天空，等美丽的草原，昏昏的草原，哎呀哎。我唱对了，偶像在那边呢，不能唱成这个样子吗？尤其你唱完以后没人再敢唱。我们怕赶不上你的高度啊，真的。好，这首歌不得分啊，这首歌不得分，好不好？来，我们请听下一首。嗯，这不唱说不过去，不唱说不过去。窗外的雷声飞马，万里花红是你几岁吗？哦，这是粤语版的，是粤语版的。原来是有粤语版。原来是有粤语版。哇，今天又听到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加分。接下来下面这首是，请听。不知道歌词。嗯、我觉得高玲姐最后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这不你再说一遍，这个就是我年代的歌。对，好，这首歌我觉得是算过了，对不对？还有最后一首，来，请听。哇，啊，耶！要不要一起？一起，一起吧。大家一起吧，高玲姐来。红尘自由自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同归欢叹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问世间情为后的结果吧，是庞龙队以四首歌惜败，但是我们还是要以热烈的掌声给两队队员，非常的有体育精神，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今天好兄弟过生日，我听说庞龙大哥也准备了礼物来。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什么，这是一个欧式的蝴蝶花瓶，上面还有花。有蝴蝶，有花。啊、就是祝愿我哥和我嫂子的生活，能够未来越来越好，然后像两只蝴蝶一样，永远说着那句你是我的玫瑰花。哎呦，啊，谢谢。两首歌名都在这个花瓶上面呢。谢谢，我一定好好的珍藏。好，谢谢，谢谢庞龙大哥，谢谢。我们先休息一下，带来贵宾曲。谢谢。下面我们要出场的这位嘉宾一直不断的被提起，包括我们李总今天这身行头就是他一手打造的。这位呢是李总的儿子李根，我们欢迎他。对，也是我们现在非常优秀的羽毛球运动员，欢迎李根。欢迎根。李根呢曾经获得过世青赛的团体冠军，单项第三名，亚洲羽毛球邀请赛双打第八和团体第二名，还有2010-2011年全国青年羽毛球锦标赛的男双冠军。掌声送给你根。一根一根上来就特别的腼腆，觉得不好意思。嗯，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呗。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李根，然后现在在国家羽毛球队二队男双组。啊、哦，这个二队是什么样的概念？是我可以当做说是我们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预备队吗？对，是一队的梯队，梯队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等于是更年轻一些的球员不断的培养，然后为国家队输送人才。对，他一到二队的人已经基本上具备了未来的一个很好的潜质。是，李哥今年多大了？跟大家说一下。18。哇，前途无量哎，会觉得真的。那个李根这个名字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起名叫李根。当时因为根呢是我在家里最小，我上面有两个哥哥，他们有三个女儿。哦。对，因为我是最小嘛，所以说就希望特别是我爸爸我妈妈就希望能有个儿子，有个孙子嘛。嗯。结果出生了果然是个男孩的时候，他的妈妈就给他起个名字叫李根，就我们李家的根的意思，跟美国总统没什么关系。把根留住是吧？哎，那这样问一下，那个根李根现在会不会在家里面压力比较大？因为你看你又是承袭了父亲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又是跟父亲同一个项目，对，你会给自己定很多目标吗？会，一定会。我觉得，其实在我选羽毛球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好了，说我要面对很多东西，然后，当然练的时候就是冲着冠军去练的。我相信所有的运动员都是冲着冠军去的。有一个这么有名的爸爸，对你来说是不是多少有点辛苦？其实刚练的时候想的没有，就没有往这方面想，但实际上其实有一定的压力。嗯，在你眼中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凶吗？对，我在家里就我跟我爸爸在家里关系很好，就是兄弟的感觉。兄弟的感觉。对，在吵。你在家称呼他什么呢？会有特别的？不，那还是叫爸。啊。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因为我妈妈曾经是老师，就在学校的时候我不可以叫她妈妈，就直接叫老师。那所以你在训练场的时候，你也不会直接称爸爸，这样会叫？就关于这个，有一次特别好玩，就是我们踢足球，然后那时候我老爸是裁判，然后到踢到最后了，真的是跑不动了，很累，然后我就特别大声的喊，我说老爸还剩多少时间了？然后就感觉。就是喊着，我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太对。对，感觉只要是在场上，那个时候都是喊，你都是喊教练的吗？一直喊教练。对，从来没喊过。啊？对，从他打羽毛球那天，他没叫过我教练。再过几年，打成人比赛，我可能会现场去指挥他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他会，我还不知道他会叫我叫什么。对，对。那起码他没叫过我教练。我好期待，万一有一次在国际大赛上面，李根突然爆发说：“爸，还有多久啊？”那天他说这件事情，踢足球的说的是，当时我也笑，全场所有人都在笑，对，真情流露的意思。对，他就是那种下意识的，爸，还有多少时间啊？就还不结束，就跑不动了嘛，他已经。嗯。对，那种很好玩的，但我自己觉得，心里其实也是很开心的，对。对，不怕挑事的问一句，现在跟爸爸球技谁更胜一筹？真是我。真的假的？等一下，我没有听错吧？当着爸爸面，你现在球技已经胜过爸爸了。对，如果跟爸爸对决，谁会获胜？那这个基本没什么悬念的。嗯，对，本身你提这个问题呢，就是难我的。嗯，对，因为不好意思，我错了。没有，不错，因为呢，如果是想30年前，或者20年前，我是打遍世界无对手的。
我拿了那么多冠军，是到今天为止我已经50岁了，我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你想想看，就不可能打得过他，非要让我跟他比赛，我就要跟儿子说手下留情，给老爸留点面子啊。那既然这番话已经说了，今天不比一下也不合适嘛，是不是？父子球技大比拼，一人打球，一人用球筒接球，每轮10球，接到球多者为胜。到底是父亲宝刀未老，还是儿子青出于蓝呢？我们拭目以待吧。欢迎回来，这里是深圳卫视每周跟您见面的大牌生日会。今天呢，我们的寿星是李永波。当然，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只要按照我们屏幕下方的提示方式发送短信，就有机会获得由海伦凯勒提供的彩色偏光太阳镜一副，赶紧行动吧。大家想必也看出来了，李总也要打，李哥也要接，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给李总准备一个特别的球拍，因为我们觉得对于我们心中的英雄，我们要有特别的待遇。这个一看你们就是一个年代的人，拿正规球拍我都打不过他了，还刁难我。我觉得这个好。哎，这很难吧，李根儿？加大难度。好，来，我们给李根儿加油。哦，高啊，这球！天哪！好，来，我们给李根儿加油。哎，李根儿，我觉得你这样特别不对，你害你爸跑成这样。好，吊他。哎，李总，好球！哇！来，我们到中间来计算一下，一二三四，没了啊，还有啊，四个球啊，一共有四个，还有，五六，还有这个。好，这下我觉得李根的压力就大了，而且关键老爸要拿炒勺来打球。李永波炒勺打球显身手，拼尽全力不服老。他明明就掉进去了。本裁判表示好危险呐、啊！谢谢你让我。究竟谁能更胜一筹？稍后见分晓。老爸要拿炒勺来打球。我们先试一个吧，来。哎，差一点，加油！来，我们给李根加油好吗？来，李根加油！哦，进了一个，你接到都懵了是吗？哎呦，这个不错。对，自然灾害啊，这是。不过我们从刚才用颠勺的动作来看，也看得出来，李总在家这厨艺应该是不错的。掉进去了，他明明就掉进去了，然后弄一下带旋儿，看见没？本裁判表示好危险呐、啊！还有最后几球，你看他是会弹出来的。好。最后一球，我特别想说一下，李大厨最后一球你去哪儿？好球！哎，经过这场惨痛的比赛之后，我来数一下总共有多少个球。来，三个，四，没了。谢谢你让我啊。在制造惊喜方面，李根其实也挺牛的，他也不输于您。今天带的这个礼物，我觉得也是很有心意。我们来看一下李根要给爸爸送的生日礼物是什么。来看一下，这其实是我要跟我老爸说的一些话吧。然后，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军令状。我现在练了球，然后我
就目标就是世界冠军。我相信这时候我爸和支持我的人都是这么想的，都是所以完成我们共同的梦想吧。念一下，把这个念给老爸听，也让我们共同做一下见证。我一定会努力成为您培养的100个世界冠军中的一个，实现我们共同的梦想。好久没有看见过摁手印这件事了吧？这还为了表示我们誓言的庄重，这里有李根摁的手印，立此为据。我觉得这个礼物收的感觉怎么样？对，这是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礼物。这说明一方面说明李根确实长大了，有了自己的目标。从我来讲呢，我一定会像培养其他的队员成为世界冠军一样来培养自己的儿子，用更多的心血去帮助你去能够获得这个心愿，拿这个世界冠军。别把爱都分给其他人了，也给我们根留点。那必须的，这是必须的。对，所以今天在这边我们非常开心，李根这么的有心，我们节目组当然也不能落后，我们要送上给我们李永波主教练的一份生日礼物，生日蛋糕。来，我们点燃生日蜡烛，然后也把这段时间我们交给李永波总教练。有什么样的愿望可以静静的在心中许下？跟我们分享当中的一个吗？那我就想讲其中的一个心愿，对儿子的，就是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冠军。好，对，这是作为一个父亲的心愿。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共同的祝李永波总教练生日快乐。